吃超市的啊。 他们还后面也钉子啊，哪个的？还有人家刚才那押金在的啊，还怎么放？那在我们这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实，我们这里每一个市民都尽，我觉得应该尽一份责任。在我们看来，这是很大的事实，是吧？清远离散。 我觉得反正我们尽我们自己本人的一份微薄之力就够了，反正别的我们尽不了太大的力，反正就因为至少现在有车可以帮他们拉一下，帮他们翻平一下，加速，让可能让他们心里能够好，能好过一点吧，好受一点吧。下不车嘎？在旁边呢。在超市的。 出了这件之后，发觉我们这里些人心地差不多都还是大部分都是比较好的，大家心里都很悲痛，然后踊跃的为大家做好事，能出自己一份力。 这个没有，这个我们是正常营运的，因为我们呢有船下去打捞了，但是我们还是有多余的船，因为我们这里有三条船。哎，四个的呀。 因为他们船上的那些乘客都不是我们本地人，都是全国各地有8个省市，所以他们的家属来了之后，人生地不熟，他们对我们这个地方的那个，就说住宿啊、环境啊、道路啊都不熟悉，需要我们这些人为他们提供一些帮助。